买了好多好多东西，是不是？你吃他不能吃吗？男人不关心他啊、哦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他不能吃，他也能吃啊，是他觉得阿强饿了，他关心阿强，是不是？几点？现在多少分呀？煮个十分钟。一二三四，三点二十六。三点二十六啊，三点二十六，现在。3:26啊，水壶真好。这个水壶真好呀、啊。嗯。过两天我再给你买一点什么绞肉机那些回来，好不好？不用了。要不要给阿群墨买个绞肉机啊？到时候他切的又没那么累。一起吃，好好好，一起吃，一起吃。今天机会，今天有机会看到你俩那么高兴，太幸福了吧？要买吗？要买个绞肉机吗？过两天我就给你买绞肉机。不用。没事的呀，没事。买，做菜吧，做菜呀，做菜。这个就在那炖在这里吧，就炖在这里。炖十分钟过后你跟我讲哈。好。好的。熟没有这个？熟了。我要烧火了哦。熟了。熟了吗？嗯。熟了是吧？对。待会儿菜我来煮好不好？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我煮菜好不好？今天我煮菜行不行？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你是客人，你坐着就可以了。不对，我不是客人，我要给你煮饭，我要给你煮菜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打个好。好的，打个好。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好啊，是吧？我给你煮菜。今天你把这个饭煮好了，我来煮菜。尝尝阿强的手艺，尝尝阿强的手艺。熟没有这个饭？熟了是吧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样子的饭啊，很香的哦，香喷喷的。我就吃，我敢说，我吃这个你煮的这个白米饭，不吃菜我都能吃两碗。怎么可能嘛？啊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嗯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香呀，是不是、啊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来做菜好不好？不用，你客人，你坐着就可以了。我是客人吗？嗯。你就把我当客人吗？你没有把我当主人吗？哇，他把我当客人，我不是主人了吧？阿强做菜，好，阿强待会儿给你们做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对，阿强要当主人。阿全宝、哎，阿强要当主人，不当客人。没事呀、啊，你也可以当主人呀、啊，主人客人，怎么都是可以的呀。都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啊！我要当男主人。主人还分个男女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是女主人，我是男主人呀，对不对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对的，答对。那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，谁都可以当主人的呀。啊？谁都可以当主人的呀。哎，你这个不行，你这个说话，哎呀。对的，对的，他是女主人，我是男主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，群宝？啊？哎，风有点大，听不到是吧？什么呀？风太大了，听不到。没有风呀，我在做饭呢。啊？没有风呀。他有没有听到呀？他刚刚有没有听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？嘿，他说好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阿强给你们煮饭好不好？给你们做菜好不好？我来做菜，阿群吗？没事，你休息会儿。我不累呀、啊，我休息什么呀？你累了。我不累呀、啊。我这时候要说累了吗？啊？你累了就说累了，不累就说不累呀、啊，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说累，那个时候说不累呢？我不累呀、啊。
阿强要不要煮饭啊？阿强来煮是吧？我买的这两个骨头，这两个骨头好不好？给他们看看，给叔叔阿姨们看看，他们买菜会不会买这样的骨头？不用直接丢锅里面焯水呀、啊，冷水下锅焯水，弄点姜啊什么的焯水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改不了在地上弄菜的习惯呀、啊？我觉得在地上弄着舒服、啊。哎，要改掉好不好？好。要改是不是、啊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们，别放在地上好不好？什么东西？到时候放在桌子上，这么多桌子，牛骨头吗？你们觉得是牛骨头吗？哇，他们说是牛骨头。这是牛骨头吗？这不是牛骨头。你们说这是牛骨头吗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有人说是羊骨头、牛骨头、猪骨头，那么大的两个，弄一点汤喝，煲点汤吧。因为阿强，猪骨头是吧？因为阿强以前在广州待的时间挺久的，待了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所以说也喜欢喝汤，也喜欢煲汤。你们喜不喜欢煲汤呀？你们有没有煲汤的习惯呀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有没有煲汤的习惯呀？有的打个有。猪骨头喜欢是吧？喜欢煲汤是吧？这样子的大骨煲汤出来才好。弄点天麻，炖点天麻好不好？天麻还没有泡发。还没泡发，没事，待会儿在里面炖就行了。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拍点姜，这个是你拍了就行了，不用切，直接丢里面。对。拍吗？对，拍碎，对，直接拍了，丢里面焯水的，这个去味的，啊，锅盖上铁锅盖。嗯哼。是不是喜欢煲汤是吧？骨头汤好喝是吧？这样子的小火慢炖的骨头汤好喝，慢炖两小时。你们说两小时够不够啊？这么大的两个骨头，炖两个小时够不够？我看一下火啊。你们说够不够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两个小时够不够？炖两小时够不够？够的打够。够的打够，不够打不够。够不够呀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？要炖多久呀？两个小时应该是够的，小火慢炖两小时。先焯水，对，先焯水。他们说够不够啊？他们说不够。两个小时不够？嗯，他们说要五个小时。那不行，五个小时炖烂了，五个小时太烂了。炖浓一点。炖五个小时是不是啊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？把镜头转一下吧，来。咦？够不够？不够吗？他们说要炖五个小时。要炖五个小时啊。哎，够了，两个小时应该两三个小时够了，应该够了，是不是？应该够了，弄点料酒。没有那个条件，没有两个小时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没有那个条件。对，够了是吧？够，对，放点料酒进去，没有买料酒，这里没有买料酒，真的没有买料酒。时间到了没有呀，秦刚？什么时间啊？我煮这个水燕呀，你煮嘛，一人一半啊，我两个一人一半，十分钟就够了的。时间够了，十分钟够了。够了吗？够了，十分钟。那我去给你弄一下。十分钟够了呀，够了。阿曲猫，我们一人吃，一人一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一人一碗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们一人一碗，好不好？今天阿强又负责烧火，阿强今天做菜，阿强今天负责做菜给阿曲猫吃，支不支持？支持打支持。现在正在焯水啊，正在焯水，弄点药材，弄有，把骨头敲碎是吧？用高压锅，没有高压锅，没有。
炖两小时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支持阿强给阿全莫做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可以。谢谢。我们长得很像。我们是兄妹。谢谢你们。吃中午饭还是晚饭？晚饭，吃晚饭，吃晚饭。骨头要砍断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要敲烂，好，待会儿把它敲烂。骨头要敲烂是吧？行行行，一人喝一碗，可以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煤气灶到时候再买吧，到时候再买，因为这个锅我也觉得做饭挺好吃的，这样子的锅挺好吃的，做饭真的，这样子的锅做饭很好吃的呀，你们可以看看，这样子做饭，这样子做的饭真的。这样子做的饭很好吃，说实话，说实话，这样做的饭很好吃。不要用塑料盆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弄个监控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装个烟囱，这个要装个烟囱吗？哎，也可以的啊，装个烟囱，好，好。那全部可以了。哇，谢谢你的呢，你的呢？的时候我都在这里。你的呢？我都在这里啊。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了，小心啊，有点烫啊。有，过来吧，一起吃。待会他们说。啊。待会他们说光弄给我吃，你不吃的话就那个了呀。要吃的呀。是不是？我也吃得下。先尝一下。烫啊。先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吃一口，先你们吃口。哇，还给我放了红枣呢。哇，有点烫。好甜啊。很甜啊。哇，这个水看到没有，很甜啊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出来没有，很甜啊。哇、哦、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太拉丝了。你们买回去的雪燕吃了吗？看到没有？哇，真幸福是吧？用汤勺，不用汤勺，汤勺不好弄。嗯，太香了，拉丝的。烫了还小心点啊！不烫，很烫很烫。小日子，对对对，小日子。刚收到，吃了是吧？没买到。没买到。我看到很多人说没买到，没有啊，他说他没有呀、哪个没有啊？你们没买到这个血液吗？前两天不是分享给你们了吗？你们没有买到吗？这血液看到没有？拉丝的，跟姐叔叔们跟果冻一样的。刚开始喝孢子粉是吧？没买到，没买到，想要这样的雪燕还有没有？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你们有人要的吗？怎么卖？上一点吧，给我们怎么卖？上一点吧，有没有想要的吗？有人想要的，问一下阿群莫有没有？有人想要的吗？要的把鸭子扣起来，我看一下有多少。要的把鸭子扣起来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想要这样子的雪燕。今天直接给你们，我看有多少个人，多的话我就直接怎么买是吧？有多少个人？这样子吧，阿群莫，阿群莫，哎，这么多人没有吃过我们这个雪燕，这么多人没有吃过我们这样子的雪燕，这么多人，来要的把鸭子扣起来。你那里还有没有？给他们。炸一点，给他们炸一点，不能再炸了哈。哎，因为你炸的太低了，知道吧？我拿到县城去卖，我拿到县城去卖要卖多贵一点。因为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一直支持着我们，炸有的话就
多的算我的嘛。你不用，好吧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来，要的把鸭子扣起来。要的把鸭子扣起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要的把鸭子扣起来。这么多人想要是吧？这样子，这样子吧，只放三十单好不好？只放三十单，好不好？你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三十单啊，只放三十单，这样子，我这样子吧，直接的这样子吧，直接这样子吧，阿熊猫，哎，直接这样子吧，这么多人想要是吧？要的把鸭子扣起来，不用拿了，不用看其他的吧。来，这样子的雪燕啊，丝丝滑滑的这样子的雪燕，这样子我数五个数，你们自己去拍，我只给你们上二十单啊。平时是这样子吧，先给你们上吧，自己去拍，自己去抢啊。来，可以了，不用拿那个吧，自己拍自己抢啊，二十单。平时是多少钱？平时是69块钱半斤，今天69块钱一斤，二十单，自己去拼手速，拼网速，自己抢可以了，上去了，二十单啊，我私自做主，直接给你们炸了，只要二三十单，自己去拼，炸，自己去拍啊，这个，说实话，非常好吃，说真的非常好吃，你们自己去拍，自己抢吧，雪燕。平时69是半斤，今天69一斤啊，69是一斤，直接包邮啊，我直接给你们炸的，怎么吃？阿全妈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吃，来坐这里吧。那这样子吧，直播间的哥姐叔叔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没有泡发没有煮的吧，因为你们有可能，你们以为就是买到就是买回家就是阿强哥手上那样子的了，不是啊，哥姐叔叔们已经给你们上去了哈，你们买回家不是说你们直接买回家就是阿强哥手上这样子的了，买回去他你们买回去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买回去过后用冷水，这样子用冷水给它泡一晚上。泡一晚上它才能泡发，知道不？哥姐叔叔们，要一斤，我们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自己去带。哥姐姐们，白色购物袋里面自己去带。现在给你们上的是69一斤，阿强哥给你们放了20单，这个你们拿回去保质期一年没有问题哈。这个是怎么说的？女人的爱美三宝有哪些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这个吃了对女生姐姐们的这个，是不是现在就是天气热了，是不是晒的？你们晒得黑黑的，是不是你们的手？因为你们敷面膜，是不是只敷到了这个脸，对吧？对。这个我们吃进去，我们整个身体都受益。我们的手臂干干的呀，我们的脚那种起皮的呀，干干的呀，是不是？就是缺水分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保什么什么湿的很好的一个东西，哥姐叔叔们。拍了的，回来打两个字，拍了，只有30单啊！拼手速，拼网速，自己抢。你不是说放20单吗？放30单。30单，给他们30单啊！最后还现在还有5单，最后还有5单，啊！谁抢到就是谁的，自己去拼手速，拼网速抢。平时69是半斤，今天是69一斤啊！是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哈，雪燕。口服面膜，植物燕窝，平婆树的蜂蜜物，这个是平婆树的蜂蜜物，我们拿回家，这样子拿个2颗3颗，那请哥帮我把那个拿过来一下，可以吗？好的。我们拿回家，像这样子的2颗3颗，用冷水泡一晚上了过后，就泡成了阿强哥手上这样子，知道吧？就泡成了阿强哥手上这样子，拉丝的，看到没有？拉丝的，看到没有？对，泡成这个样子了过后，把水烧开，给它煮。拉丝的，看到没有？来。直接去抢，直接去拍，还有最后4单。对，这是泡一晚上了过后就泡成阿强哥手上那样子的，然后就煮，用开水煮10分钟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可以吃了。晶莹剔透的。煮成这样子了过后，我们就可以加点那个牛奶进去给小朋友吃，加点水果碟进去吃，真的，孕妈妈吃，小朋友吃，孕妇吃，老人吃，小朋友都是可以吃的。你千万叫他们不要放多了，这个放多了是不好的，就放多了2颗就能泡出这样子满满的一碗。对，2颗就能泡出这样子满满的一碗，千万不能放多了啊！最后2单了啊！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最后2单了，谁抢到就是谁的，抢不到就没有了啊！吃了有什么用？平时你们是不是要敷面膜？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这样子的一碗，像这样子的一碗，就顶你们的敷30张面膜，知道不哈？口服的面膜我们敷了，只对脸上好，但是这个吃了是我们全身都。
就是丝丝滑滑的嫩嫩的，知道不各位叔叔们，真的女人的爱美三宝，桃胶、血液、皂角米，如果有条件我们拿这个血液和皂角米和桃胶一起煮更好，但是我们单单的只吃这个，它就跟吃你们都知道的燕窝，燕窝它是什么样子的各位叔叔们你们都知道的对不对，燕窝是不是很贵，那这个我们称之为什么平民燕窝哈，口服面膜各位叔叔们，对，泡个两粒三粒就够了哈，现在哈各位叔叔们加最后一单了，最后一单加糖吃也是可以的，各位姐妹们，现在下方改色白色购物袋里面已经只有最后一单了，各位姐姐们，你们带得到就有，带不到就没有，我只给你们放这一波啊，因为我真的我都跟阿哲哥说只放20单，最后怎么数五个数就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五，这样子吧，各位姐妹们，你们先截个图吧，给你们先截个图吧，你们看到是这个样子的，到你们手上的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截图所见即所得哈，各位叔叔们，用冷水泡，冷水泡一晚上，泡发了过后开水煮10分钟，加红糖、枸杞、冰糖这样子去煮，知道不，非常的好，这里白色购物袋面直接点击进去就给了，现在已经只有一单了，各位叔叔们，来5 4 3 2 1，冷水，对，冷水泡，冷水泡不能用开水泡啊，各位叔叔们，没有了，买到的姐姐们今天直接赚到了，我跟你们讲，因为你们都知道的，就是面膜我们只敷脸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现在夏天天气太，就是会干干的，会被晒得黑黑的。然后我们的这些手脚，这些就是脚这样子，你们要穿短裤短袖的，是不是起皮不好看？是不是？这个穿这个吃了的话呢，就是就会丝丝滑滑的，很饱满。水水嫩嫩的，知道不？各位叔叔们，你们自己去带，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吃多少？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这个是小朋友，你们给他当早餐吃。没有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给他当早餐吃，加点牛奶进去，很好很好。孕妇们给他吃，因为孕妇我们希望我们的宝宝生出来过后是白白胖胖的，白白嫩嫩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老人吃，你69买了半斤是不是？今天我们直播间给你们的是69一斤，一斤啊，而且还给你们买了孕鞋鞋，就是让你们拿回去验货的，各位姐姐们知道吧？没有了，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下了，现在没有了，拍得到的就有，拍不到的就没有了。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好东西，这一个东西阿群墨，就是我说给你带回去给阿姨的，阿群墨说要给我带回去给我妈妈的，但是因为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卖过，只有一点点分享给大家，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东西，我这个阿群哥这个不给他们了，这个拿回去给阿姨吃啊，给吧给吧，好东西要分享，让大家花小的钱买到好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天天吃不会有反作用哈，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东西的，有的 QQ 有，有谁认识这个东西的，有的认识的把名字打出来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，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真的是阿成哥，这个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像大米一样的大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，它是双拌的，它不是单拌的，你看到没有，它是双拌的，双拌的吗，对，哇，看看这个还要这样子区分双拌单拌吗，对，就是人工一颗一颗给它剥出来的，所以是一颗一颗剥出来的，对，所以那双拌的好还是单拌的好，肯定双拌的好呀，双拌的好是吧，啊，所以我说让哇这么多人认识这个是什么，皂角米是不是，这么多人认识，去年就在吃了是不是，那你就是懂生活懂品质，注重养生注重保养的，阿强都不认识，血燕、皂角米、桃胶是女人的爱美三宝，而且这个皂角米对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胃胃特别好，你拿去熬粥吃都是可以的，知道吧各位叔叔们，你拿回去给阿姨吃，没事，分享给大家，这个好东西要分享，好东西要分享，是不是，来今天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想要的，要的把要字扣起来。